以结婚吗？可以啊，我一定要把你领回去。哇，大飞，你看你，早生贵子，早生贵子。一般来说，学生请假的理由无非就是生病了，然后家里有什么事儿啊，这种请假呢。他这个假条我看一下，他的名字、时间、签字都是对的，但他的理由就是拍婚纱照，我就当时就愣着愣着了，然后我脑海突然就闪过几个念头，第一个就是这个孩子要结婚了，那肯定还是要祝福他吧，美好的姻缘嘛。